无限量无量无量的众啊，那共同一念心，共同一个虔诚的合掌，共同的上达诸佛听啊，这所以诸佛菩萨龙天护法一时间呐、啊，那样的虔诚，可见我们大家用心用爱，要记得这一刻的心情，这一刻的虔诚，请大家莫忘这一刻，是日日时时。渺渺能这样啊，我们的智慧永远都是明朗，不会糊涂掉，智慧呢很清楚，都清清清，水不染尘，很干净，这个水啦没有沙尘，也不会让它呢动摇，就如一面镜子，各位菩萨，佛陀是教人做人以外呢，还要认识道理。你做好事，好因，好这个因是怎么样的因？分析的因呐、啊，总是呢深入人心，教导了五根五尘。五根五尘，伊都深入。孔夫子讲，在非礼勿视，就是教你讲哦，目睭非礼，无礼无礼，这个啊，你莫去看啦。啊，非礼勿听，耳啊莫去听啦。那非礼勿说，无好的代志，咱咪去讲啦。唔通去讲，就是教人安尼，这就是直接讲，啊，都讲到这，人听捌唔通做，但是佛陀呢就会教人教，为什么你唔通看？哦，看无好的代志，你爱好好去分析。那一旦呐、啊。你和这款的歹的代志入你的心，你向安尼去学，那你若做着什么款的恶因，知无？你都安尼开始呢，做这个恶，啊，这个恶归属什么因？啊，这款的事呢，归属什么果？那这种呢，果报啦，莲花啦。哦、他就真多真多了哈、哦，这都是很细腻的教义，所以佛法啦、心理学啦、啊、因缘学啦，是这个因啊，你要去清楚啦。我现在跟大家人讲，注意哦，咱今仔日啦，诶，生活跟过去是有关系啦。迄、那个习性啦，甲过去拢有关系。啊，咱若有错误的习性咧，咱叹一世人有因缘啦，咱赶紧改呀。啊，改呢，就是叫做修行。你要安怎克服你的习气？啊，你都爱修行啊，爱安怎忍嘛？要安怎样？知影这唔通做。这个唔通做的习惯啦，咱来好好坚持。也那无呢，他和外面一印起来啦，啊都去啊，啊所以这个习气过去的习气啦，无改的，看到外境啊都好拖去啊，外境啊，这种如幻泡影，嘿，其实啦，迄、那个泡。河水，或者是水倒落去水缸啦，它会安尼
落去会有泡泡泡，这个泡真紧，安尼都过啦。或者是泡呢啊，伫水面上，你无同的角度，它会产生了呢，迄、那个色，五彩的色啊，可以看到。啊，其实水是空，小花当这个一朵花啦。但是你用目睭看，这粒水珠总是无同的角度，迄、那个光啦、啊、会照，就会有无同的颜色。这就是虚幻啦。这咱要学佛，都爱定定学这个。心地，心跟脑啦，叫做智慧，所以定定呢，定心，唔通让外境啦，消化印呢，啊，都过去，都入去啊，安尼呢，去遐望家，这个所在，真紧都袂记哩，所以好事。咱爱定定记着，所以咱一佛一佛啦，就是要让大家人知，代代生生啦，生生世世，伫台北中正纪念堂，那伫迄个所在，我很感恩。之前几天前呐、啊，我们的慈诚菩萨。为了这样的一佛的时间，好几天，就是慈诚菩萨啦，要爬猫道，用那个哦安排绳子，用链呐、啊，绳子要如何垂下来，还要呢垂得整整齐齐。木板师兄，请到位。那总是呢。到了这一天，将近两万人啊，一前面要把这佛像缓缓的升上来，那是多么不简单呐、啊！所以哈、哦，诸行菩萨啦，咱唔通讲吼啊，底下一点外钟，一佛开始那。沾花香，那就是安尼，阿都过去啊，唔是哦，迄些哦，规工啊，诶，用心用力啦，而且呢，爬高啦，降下啦，这些偌尼辛苦，偌尼用心呢，所以讲吼、哦，真诚的心。这种无所求的付出，只期待这样的庄严的道场，在这一刻一佛的时间能展现出来，这就是慈济精神，那就是菩萨道走过来啦，到了佛心。佛心呢，要广度众生，他用他的身体力行来成就这么庄严的道场，没有这一大群的这个慈诚菩萨，哪有这么庄严的道场呢？此呢，工程浩大以外。还要经典呐、啊！今年是以无量义经的德行品，要不断的这印力啦、啊，这样的唱诵起来。不只是慈济人要熟悉，连要参加的会员也都要熟悉。我真的是很开心。很欢喜，这就是真的传法。何况说每一场每一场的练习，
那过路的人呐、啊，几天呐、啊，不都是呢？沐浴在法流中吗？都会享受到了这样的引力，也可以看到了那个经文在跑马灯里啦，把银幕上呢，安尼分明看出来，读经。行经啦、啊，这过路人啦、啊，安尼看着读经，安那行那看，安那读，这吼、哦、就是功德。